考验一下你，作为这个节目的 MC 啊，你认识多少东西啊？又是来考我的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你让他猜吧。哎，我觉得应该在腰部。你的腰这么细？这脖子。啊，对。是吧？哎，你看，有点上道了啊。它的作用是，你看我们平时不是敷面膜吗？嗯。敷完面膜把它摘下来，那个面膜放在它上面，可以接着敷脖子。